当一个人你完全去掉一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通天。哪个字？我。因为你有我字，你永远通不了天。你哪一天真的完全没有我，你就可通天。这个你讲出来也没有用，你讲出来人家还笑你，你只有自己明白，这种事情只有自己明白。很难，但是你真的做到任何事情都没有想到我的时候，你是可以通天的。中国这个天人合一啊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我们什么都好去掉，就是个我很难去掉，我很难去掉。所以去我，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，处处想到我，所以天下大乱。